谁啊？又分着走，又未到散夜，唔算啦。呢个 idea 唔得，嗰个 idea 又唔得，点先可以拍得成一条广告片啊？其实自己一个梗系唔得啦，你要有一班人陪你噶嘛。首先要做嘅系前期嘅资料收集，再定期向你嘅老师或者 client 汇报你嘅进度，用心 sell 你嘅 idea， 得到佢哋嘅认同。之后就可以做更加深入的市场分析，确保自己对所做的主题有一定程度的认识，将你脑入边谂到的嘢呈现出嚟 ，promote 你所想，完成最后一步的后期制作，一条成功的广告片就诞生啦。入到嚟你就知，见证住自己的广告片诞生是一件几咁满足的一件事。DI 广告文学史 ，DI 广告人就是我。